各种的经验拢比我较丰富，我不过是所学的是宗教学、科学的宗教学，一个 history of religions 啊，这是我的主要的这个背景吼。啊，台湾目前有十一个这个研究所甲科学的宗教研究所，你若用我的标准来看，拢唔是纯粹人文科学，因对 human science 啊这款的学校。所以，所教的拢是为了某一个宗教背书的，特别佛教第厉害，啊，因开这个研究所，目的教教拢佛教胜利，啊，基督教教教拢基督教胜利，啊，天主教教教拢天主教胜利，哦，台湾第一个宗教学研究所是复兴大学，我伫遐兼做八档，也协助，吼，协助伊组织一个，但是因拢是宗教的学科分，啊，我虽讲是红教牧师，在座至少有三个牧师。我一个郭牧师，甲我的学生一个柯牧师，哦，柯明正牧师，啊，读宗教学的目的就是因为我是第一代基督徒，我对基督教信仰是满足的，所以才规定读较快。所以科学训练的宗教学的目的就是做宗教的照妖镜。所以今仔日使用这个题目，台湾民间信仰秘书，哦，应该是民间信仰、民间宗教，吼，包括民间教团、文殊公会统。其实文殊公代表文殊公三间庙，这袂当代表，袂当代表这个 folk beliefs 啊，民间信仰。这个民间信仰，下面是用一个复数 ，belief 是 beliefs 啊。复数的原因就是伊真侪崇拜群，妈祖崇拜群、大德公崇拜群，啊，这个王爷崇拜群，真侪崇拜群的组合，伊无教主，伊无经典，伊无一辈辈，哦，无这 initiation 来，拢总无。也无宗旨，也无迄个国际教团拢总无，伊是地方性作用吼，无加入的。啊，即款的宗教影响整个台湾人的价值观。啊，这个价值观害死台湾人，无得人认同这个土地，袂当家己做主人。啊，受命运的这个宿命论的影响，所以无得人带着一个像外国人讲 global village 啊，啊，迄个。地球村这款的力量，生命共同体根本就无可能。所以我的使命就是要咱知影，咱这个建国，啊，咱这个建设一个国家，进入国际社会的国家，心灵改造要对宗教开始。因为这个宗教，包括基督教、台湾基督教，拢总你唔知几派，照我的统计，107派。所以宗教害死人，不是宗教会救人，这是我啊，比较相信的。教会若行唔对的吼，会变魔鬼，会互相攻击。啊，所以宗教不是拢总好，宗教有好的一面，但是宗教有完有邪恶一面。就讲这伊斯兰，咱所讲的回教是伊斯兰，伊的这 terrorism 恐怖主义，这就是宗教害死人。就是非常偏僻，伊个经济就是伊个教育宗旨，叫做 Holy War， 圣战，圣战，啊，这圣战那个歪转，就是专门来对付这个东征以色列国的人，拢要死，啊，所以这就是，哦，这就是一个宗教的邪恶面，不搞那是干怕，那害死人，说明论的害死人，啊，民间信仰也会，但是民间信仰有伊个好处，是拢崇拜。各种宗教拢有好处，所以我今仔日的使命啊，要用真短时间啊，来先了解民间信仰是啥物。若要做一个奠基吼，这个民间信仰若用人口这个 population 来做奠基的话啊，台湾的人口有83%啊，是荷兰人甲客人，荷兰人甲客人的这个传统宗教就是台湾民间信仰，来用这个人口。来给伊奠基。啊，村里，啊，村里这咱唔敢讲，就勉强因来信这个。所以台湾民间信仰就是台湾民间基层人口的传统信仰。
会当安心做点滴。当然，我拄则已经讲起民间信仰会当左右台湾人的价值观，啊，咱所关心的就是台湾的前途啊，甲这个政治问题。所以，这个宗教会当帮助咱建国压力问题作势。那我啊，对这个宗教是无甚物疑态。哦，那唔相信，啊，顶啊，我放八十张，哦，这是一般性。我那对研究生放的这个图片，240页上面的图片给咱看，啊，然后啊，他来做一个回顾。啊，我。大家好趣味，这是一本批判性，因为读宗教科学的人最后爱进入宗教哲学。哲学的使命就是开启一种批判，批判。啊，甲一个八六家进来，哦，一直看到。啊，所以这本书一年来三刷啊，算讲是五个两年来五个畅销书之一啦。120新年，台湾就是台湾新年，台湾新年。啊，这本是文具诗，啊，我的责任演60页，因为我伫这个教育部阿扁的时代，吼，教育部黄永川部长的时代，做3年的本土教育委员，负责推广，25关市，吼，的这个母语的教育，啊，所以我有点着咧，我都来监督这个国教书，看安怎样来教这个母语。包括那真尊重迄个妈祖的连江关福州话，阮也有啦吼。啊，我的责任就是这个俄罗斯嘛吼，啊，甲客户是讲，所以因安尼来写这个新民的文具诗，有中二的教员，啊，甲这个小二的教员，就母语的教师利用这个，啊，包括有一篇理论，这个罗马字安那来，啊，我感觉台湾人吼真费劲，大家拢爱做头啦吼，干那这个拼音哦。台湾的拼音46种，啊，跨偌济，啊，所以乱正正。啊，我是中教会出身的牧师，当然我真注重爱罗啊罗马字，因罗马字已经足完整，啊，所以我这是用罗马字甲汉文对照来写。啊，我靠政治性的声明，我谈两个互咱听，然后搁咱甲看相片，啊，搁来做批判。台湾有一个二八的神，叫做三圣公，伫外来破坏外来。啊，三圣公我有记起上，这是三圣公的座像，座像啊，甲这个纪念碑、二八纪念庙、三圣公，啊，我用这个为着要教台语做七字啊诗，啊，刚才记者我是台南市的人啦，吼，啊，祖籍是恒春草城，拄则有人咧问，所以我姓邓，就是闽南人，吼。啊，我的台湾语应该是真标准。三圣公，啊，1947年经营台北医馆不平静，中国官建乱开枪，处地私分变不现，哦，这是第一章。啊，台湾人内心不平，中国官西部人，啊，228事件发生，全台湾立即响应，勇敢台湾人殷勤。单一长官真无良，啊，路线斩尽真明目，专台空间就阴谋。啊，今年的3月7日，破坏青年有起义，接收军队的武器，反抗运动就开始。哦，这种为着要教咱的讲真细间的爱阿文，一七只是单一官。大惊讨救兵，蒋介石紧急下令，派兵来台湾进报，哦，报战，咱做报战，或者要派兵来台湾进报，话该散解，啊，心不动。啊，迄年的3月14日，中国兵啊到嘉义，后尾勇军反抗，啊，真侪志士阵亡。阵亡的3位志士，就是顾尚泰医师、李世峰、甲王志明，抗高牺牲，啊，真危险。后尾人勇敢，啊，出动，暗中将3人埋葬，合葬伫外来公墓，尊奉因做三圣公。所以三圣公是安尼来，啊，有志起庙来建房。
公然敬拜三圣公，做二十八纪念庙，顺礼进香人未少。讲到三圣公造型，五常传统的神仙，伊若穿西装，比如国民党遐，讲这是二十八的，所以用古装。啊，五常传统的神仙，廖姓、金姓、黄姑娘，甲因做官真像样。每年二十八日子，纪念庙会无停止，台湾魂拢无孤独，保庇台湾共和国。回顾二十八事件，台湾人永远心痛。啊，无人道的中国兵屠杀台湾人前烟，台湾人被日本管，心中实在真烦。思想在做做不忙，中国人来才知惨。事件原因不哩知。草包来通知秀才，台湾人外失所望，即时啊惊醒做国梦。天经地义抗暴政，这是台湾人方言。为着正义来牺牲，台湾的书人尊敬。三圣公地下游地，台湾魂气魄不死，永远甲中国脱离，展望建国出头天。哦，这就是这个三圣公。诶，这个为着教育，为着教育，教育即个即国中甲即个小学的老师写者，还佫一个甲政治有关的，因为这有六十个姓名吼，咱时间无够。蒋介石，我对蒋介石的介绍，蒋介石台湾人吼，在头壳有够空，真正咧甲办。只有两张相，因为这本册拢有相做证明，拢有地点。这个就是蒋介石地方地无的蒋介石前高中，下面这个高雄的叫做蒋公王爷。所以对，因为这哪怕你教育台湾人气，蒋介石我介绍给恁听，台湾人头壳空空，想到时代真失望，数百年无移作馆。地道判断力错乱，国民党走路来台，独裁专制人人知，搁制造皇帝崇拜，麻醉人心真厉害。蒋介石中国战败，政权共产党取代，六十万军民走路，台湾人开始叫苦。暗藏蒋介石流亡，就进行造成运动，讲伊是英明领袖。待在中华以前有，啊，咱咧读册时拢，那伊生日来唱赞美诗，啊，在中华在出生人道。三民主义做先边，国父遗像挂头前，周会例会，周会例会做礼拜，全国人民变阿呆。我为甚物写这首？我读过一本册，我。在座长辈，你敢有哪有这个印象？我日本时代，读到二年，国小二年，因为我较早读册，啊，每拜一来五当面，西街咧九十度，拜一头，拜天照大神，阿妈提了十五米汤，一排教室来画口号，不得人类拢第第一哦，大家咱拢跳，哦，请您注意哦，人类的对手是美国甲英国，啊，那是老济。我想讲战后吼，从战了后，应该改良后代无佚佗，啊，变一个较食啦，抓落去吼，安尼，即摆毋是伫外口，是咧拜日头，咧拜孙中山，啊，唱因的功歌了，来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拜一个较食啦，来西街咧一个拜三个，抓落去，啊，我已经日本时代拜日头了，有皇，读这个皇帝铁骨。进，我摸你，我还咳嗽咳嗽。好，咱这中国跟皇帝铁骨是安那，但是战后同款换灯换掉，嘛是咧念皇帝铁骨，以自立国民革命完四十年其目的，再求中国之自由平等。哦，海了了啊，刷来我爱氛围氛围。啊，孙中山的生日，我们国父说穿革命，搁唱礼拜前的酒。赞美歌，赶快！啊，老蒋的信息就打在中华在这些人安尼。做礼拜，将一个正统的主义来绝对化，
宗教法啊刷落去，就是做礼拜。啊，做礼拜了，全国人民变信徒。啊，咱就是安尼咧大汉，所以就即款环境下，恁做基督徒吼，信耶稣信会清啊，啊，就拜天拜神咧，啊嘛拜上帝咧，这是一个事实，真无奈。所以这方法就是对遮来，三民主义做先天，国父遗像挂头前，周会下会做礼拜，全国人民变阿呆，正解释变新皇帝，讲伊个名变建立，啊伊真个，啊民族救星是黄河，这日就唱歌娱乐哦，这讲了啊，啊国民党员是信徒，忠诚洗脑第一步，甘心做党政走狗。一切的原因的包，哦，这招足厉害，台湾人吼，哦，伊就利用奴才管奴才咧，哦，啊，阮昨大教会吼，足新的无来，就是因为大教会真要紧的一个话，讨论这个国家权力的问题，建立就是台湾，当我咪讲已经死，七零年代就无用啊，啊，所以台湾人是互人占领，互中国人占领，啊，咱是一个压迫者。啊！咱要出头天，所以是中华民国是不存在，那是骗人安尼。啊，所以有影，伊无用安尼甲你洗脑，你都唔知影。一切的官拢因咧包啦，吼，即个中国佬咧包。保护政权掩盖了38年长时间，不惜恐怖无人权，加无人亡建立权。1975是专机，独裁者蒋介石死，伊的棺木藏朱湖。不愿劳种台湾土，即卖要土嘞，吼、哦，所以是较栽种好了，吼、哦。台湾人实在悲哀，独裁者落叶不栽。漳州介绍做新办，蒋公王爷安尼来。高雄市有中吉堂，拜蒋介绍做阴公。元帅打扮穿古装，中国大陆的反共。天辉大道开青江，有中正祖在其中。地方帝王也保强，装作帝王无尊严。蒋介石历史权威，学者讲法有权威，伊是支持派元凶。若毋是这个人，袂用支持派。伊是支持派元凶，害台湾人凶手，拜伊做神不平常。蒋介石甲宋美龄自称基督徒真明，生前作恶杀人狂，兼有可能就天道。有人特别即阵来问我，讲好，精彩精彩。我想几啊十年想拢无，伊也基督徒，咱也基督徒，啊，即款基督徒都无共款咧。啊，上帝若是公平哦，伊若上天堂，即款天堂我唔去，啊对。蒋介石来去天堂，我嘛唔去。也个问题，即款耶稣的信徒，上帝也摇头就做，做神要甲上帝比，耶稣也会容忍伊。事实，伊是罗兰神啊，客死台湾祭祖先，民间无地去敬拜，真正台湾人悲哀。啊，这是对蒋介石的一个说明。我看来，要足侪咧讽刺国民党个，啊，咱无时间，所以咱来看，看台湾人咧信什么神？哦，一路看，看真紧，哦，啊，因为时间足宝贵，看真紧，啊，然后较做一规划。恁看到这神了后，我甲恁提醒。台湾人的不幸就是，这是真中国，拢对中国来真中国。啊，这邪龙一水哦，啊，挂袂断嘞，这个灾大挂袂断。他若有钱，就要去进去，用算拢都无心论价，啊嘛提钱去共碰碰者，嘛也唔知真中国。过来台湾人真会是，伫台湾做神哦，那真可怜嘞。有灵有神，才会甲拜；无灵无神吼，平平妈祖婆，就北港的、新港的、大家的较灵较神。啊，拢罗马头咧控制，哦，啊，无啥神，迄庙拢咧地地无私，哦，也无人要去进香。所以神吼，有哪看人的面色咧，正灵会。台湾的神的名，阮就是安尼神，真费劲。迄、那个灵像，用灵像做用心咧拜神，即款宗教是阮宗教，叫做 magical religion， 不是宗教。哦，我控制你啊，有利用计在我找你，无利用计在甲你塞一边。所以台湾的罗兰神哦，有够侪，包括蒋介石中间一个啦。好，啊，咱真紧，真紧来看这个，这个图片。台湾人的至上神是天公，啊，咱个叫做
叫做玉皇上帝。玉皇上帝这个名称哪里来？这是对道教来。原来天公，伊帝制时代，因中国帝制时代，庶民袂使拜天，只有皇帝，诸侯嘛拜下贱，人民哪有可能会去拜这个天公？无可能，就是道教出现了后，用一个人叫做张仪。这个人改变作天公，啊，叫加有坐到天公司，变天公。不过当人那真聪明，哦，这个玉皇上帝吼，甲这个天平衡，所以足侪俗语造出来。人是天生地应，千算万算，就是天是为天是人，非如人是人，是鬼。因缘天注定，不是每人较好行。哦，有囝有囝命，无囝天注定。哦，这听起来吼真有理，其实这是足无理的说明了。无囝就去做妇产科医生啦，唔通去拜天公。妇产科医生表，你有囝无囝吼？哦，有囝唔是有囝命，无囝医生会注定吼？唔相信，你去试看卖。后来这是玉皇上帝，后来再一个造型，皇帝型的，民主人咧拜一个皇帝造型的神，你的面塌立体，你的杀砍削树，你的降雨线，有可能民主化无？无可能，无可能。做一个顶个 practice people， 无可能啊，无可能，因为你已经熟悉啊，贪污弊患，所以咱你看这个上面表面，迄、那个下面迄、那个意义，咱来甲骨落去，咱也无意思，哦，就来看阿阿古板，皇帝型的哦，咱咧用脸皮，伊要两个区别的地方，有龙眼啊无？来，天公的面是 Almighty One， 不是全能的神，所以爱两个。两个首相，一个左相，一个右相。左相叫做南斗乾坤，这道教影响就八卦易。南斗助生，北斗助死。表明这个天公不是全能的神。我了阁有嘞，既然不是全能的神，这个天，有哪在派三个人，啊，放在大神去管天、管地、管水，叫做三官大帝，简称叫做三界公。上元天官祝福，中元地官下罪。下元水官该下的拢有生日，一个正月十五，一个七月十五，一个十月十五，三界公是这個。表面天公不是全能的神，完全拢是古早时代帝制的迄个组织的导向。再来，太阳神哦，这是有够造作的哦，因为对这个地球的这个物理现象，也是这个自然科学无清楚啊，咱的祖先。从即时迄个光体，甲看作太阳，当作男性的神，天神男性拢三粒目睭，三目腰正哦，啊天神拢三目。我问大家，日本的太阳神查甫查某？查某。对啊，阿妈听阿阿弥陀佛，啊走来太阳去查甫。哦，真还是假，会当安尼看？伊个一个某较水。叫做月娘嘛，太阴娘娘，太阳仙君，太阴娘娘，太阴娘娘，因为女性的关系，神秘的观念，三周目睭就算三位。后来，还有一个相识，会当甲看到，这款的红帽，哦，两个是红帽，哦，一个暗观暗时的这个月娘，一个是即时的太阳，这款的红帽是上不灵的。袂使做伙哦，做伙世界末日啊，两个星球烧光遐会得，啊，所以袂当做伙，永远袂当做伙。但用安尼死来想，啊，咱就知影讲啊，台湾人的自信运动是世界第一。后来，嗯，安尼死有拜日月，嘛有拜风雨雷电啊。后来，这个就是雷公叫，所以叫嘴破吧。中介个哦，也波头也长啊，脚是鹰脚脚，啊，代表伊空中的飞，但是伊个近视一千多。天公叫伊讲歹人，见讲拢讲死好人。我头咧，上一好，后来这个就是叫做四纳无这个星官，伊手提两个鼎，叫伊先试一个啊个项目，这个违反这个。叫做地球物理，还是大气物理？是大星有接触，唔才有光线。唔是大星有光线，啊加迄落吼，颠倒变着着。所以这是四纳度，
真好啊！啊，这也代表一个台湾人心理观念，会做神的女性爱肥肥，腹肚爱肥到膨膨出来。那瘦的袂当做神，代表福气。所以，咱若女士较肥，唔免烦恼。后来，肥公电报看了。啊！电母安尼行照了，都不较抓咧。平时一阵讲，即帮人建炮拢拍死，拍死好人，无咧拍破歹人。后来这是，这个就是迄个风神，风神也一支雄风机。风伊若手拿这支机啊，腰伤大，会台湾就做风台。即帮不咧摇啦吼。后来啊，过过，这个四那背边啊，一身是乌苏，配一个花鞍。应该这是柳树叶，哦，伊那是叶伤大个吼，啊，雨都落袂煞。最近这几日拢咧下雨袂停，啊，所以相关咧无好。巫师、风神、巫师、雷公、电母，这有一套哦，诶，这个神的组成。来，看到这个就想到台湾的历史，登山过台湾爱靠这个交通安全的守护神。啊，你们都看，是妈祖。这是千里眼，这是顺风耳，啊，因道别较大，代表妈祖无近视啦，哈，佫无望远镜当看，所以爱用一个千里眼，我当天几度几分几秒准点来，关键甲天文教你较近，啊，妈祖耳孔也足大，啊，当时收音机甲雷达还袂发明咧，所以爱用顺风耳倒听，万一若天气歹。哦，北纬几度、几分、几秒，有人认准啊，就天文教你个。今嘛吼，今嘛这个千里眼顺风耳煞伤严啦吼。你若有机会，请你去西丽，啊个，甲板桥的妈祖庙去看，好好甲看千里眼甲顺风耳，手提手，因为手，因为伊要伫东海交咧保护人哦。甲中国的这个交通啊咧，无伫海洋的做守护神的角色已经退线了，无咧做代志。但是妈祖婆大家拢真爱，煞变作财神嘛。千里眼顺风耳，毋是也未歹手未歹宝，摕两粒金元宝伫手。我们相信你去板桥看，板桥啊，甲西丽的妈祖庙看，已经摕金元宝。代表神啊，对中国过来台湾吼，拢台湾化，我叫做台湾来热心。这是一个事实。后来，咱登山过台湾成功啦，经过这雨水沟平安啦，台湾的地真歹条件，马拉利啦、吉布斯啦，一大堆。啊，变哪样话哩？啊，咱的祖先嘛足聪明，伊请一个卫生司长级的神来。保生大帝就是这个，那个叫做大德公，哦，这拢有一定的吼，啊，安尼咱较趣味啦吼。大德公，妈祖婆是帮咱登山过台湾的交通安全守护，啊，这个大德公是健康的守护神，啊，这两个神会庙台湾足地，啊，这个有一个恋爱故事，这我无时间难讲，大德公。干妈做伙伴乱来，这个民间故事，咱家己去查。来，台湾是一个海鲜，交通靠这个 junk boat， 靠帆船。帆船甲今仔日的这个汽船甲喷射机的交通拢不同款，必须行船走马三分命，真危险。所以因为有这款的关系，爱拜水神尊王。水神尊王有四个，中间一个，是嘞，水神尊王有五个，中间一个是下元水官的大物，哦，三界讲是尧舜禹啦，我跟你讲大物，四个是水鬼，一个屈原，一个王勃，一个鲁智深，一个李太白，四个做水鬼，甲伊做官，水神尊王是海鲜。海洋交通安全的守护神，台湾既然是一个海岛，甲偏哦，啊，海边的人的经济来源就是鱼，鱼请咱会记是海王的兵啊，兵马，海岸就是伊的将军啦，
哦，鲨鱼刚才伊个小脚，啊，讨海人出去就是咧抓鱼。海龙王的兵啊，甲抓了了，海龙王面拢乌伊，啊，所以来拜海龙王。讨海人一定爱拜海龙王。海龙王有四个，东西南北海，那安尼说明咱就较清楚。所以海龙王是讨海人的拜。各位，生理人真爱这个神，叫做关帝爷。啊，关帝爷也是乱登系统，叫做君主公，迄甲民间信仰无共。关帝爷势力足大，台湾有一个所在叫关庙，是因为一间庙来分的。关帝庙伫台南附近，卖叫神风，这是生理人啊。啊，因为伊讲情义理地神，所以生理人特别爱，来当作守护神。啊，我会记得我伫香港中文大学的时，一边登个夹机。花红八三一，伊当面比我坐伊迄块，吼，啊，对头安尼，啊，看甲真明，安尼笑死。后来有人请我对中台叫我去，啊，去香港的警察总署去，甲伊谈话，我走去前行，啊，若讲一遍互伊听，啊，迄个时我知影讲，即个日子一身官底啊，伫香港的警察总署的大门口，所以香港的警察拜官底啊，台湾在有无我唔知影吼。好来，这身就是北极天体上脚大古脚大古蛇，这北极星的神啊。啊，伊嘛有一个民间故事，这讲来吼，有哪回头的，我不便省略。意思就是伊甲七千甲，哦，是辟邪，才甲七千甲。脚大古古的发音，龟乌龟，那用福州话来讲，伊是龟啊。啊，蛇正脚大蛇，蛇的单位正伊叫做蛇。正脚踏蛇，倒脚踏鬼，正手拿七天剑，北极天的上就是当地法师的修行。后来，台湾文化、宗教文化上拜就是这款文化。这个文化是绕白啊文化。玉皇上帝足歹心，派一个特务的神，必带走他。这敢是这个家庭，还是附近人的是是非非？三日打小报告一次，正式的打报告就是十二月当时啊，二四上旬。所以台湾人是讲无卫生啊，唔敢德哥倒扫帚，乌白搭迄间厝的地主师，就是这间厝的内面吼，全全新了，外厝火灵拢总是，啊，乌白搭会去互刷着，会去翻着，会冲着，会吐着，啊，当时才会使。这个是个上照，啊，这个是个上照，上上天去证实，啊，到报告，再到结果到时候就签文啦，哦，古历个日期上旬了才当签文，早日，我哩会当吹粿，哦，啊，会当插盆春花，会当拜公妈，会当挂轿，但是初四哦，正月初四，你爱丢地啊，初一早，初二早。初三困到饱，初四就搁落来做教爸啊！啊，比灶坑边啊，遐个敢是咱的是是非非。今仔日比伫家属路边变路边，还搁继续咧敢是？为甚物？因为十二月二十要咧上新的呀，就新的教爸，这就是灶坑公。所以台湾的民间信仰文化，有哪有颠覆文化？啊，真正歹。台湾人民的团结，有哪甲这款神有关系？漳州这个人拜漳州神，泉州这个人拜泉州神，客人拜客人的神，族群分类信仰，缔造一个民族的团结。后来，这真简单讲，讲一尊王，将泉州人的神，这是清水祖师安溪人，泉州安溪人的神。北部这款的庙建出名，三峡一间庙，淡水一间庙，万甲一间庙。啊，若清朝时代起的，阮会再甲断定讲，这个就是安溪人的祖乐，叫拜清水祖师，佮拜建帝后。泉州来，这是保义大夫，感觉一个武神无放落。保义大夫、保义尊龙是一对，建帝后心念平南白沙，遐个人是我神。后来，这对泉州龙山寺送来的神，证明讲伊是民间信仰，唔是不够的，就是下面这个件，开封点解不够无这道，哦，无这道。
民间信仰开光殿，这是甘露水观音。观世菩萨来根据这个一个经叫做《普门品》，观世菩萨《普门品》，伊本尊卖神有32变的化身，啊，所以是一个慈悲的神呐，哈，伊就要帮助人讨海讨鱼，吸纳观音，要福建人会生后生，送住观音。啊，要予人收到人安尼目睭的金，甘露水观音，就是即款的造型。啊，会当坐神坐的赢到哦，南海普陀观音。啊，会当压鬼哦，妖魔鬼怪唔敢来。一身男性叫做观音大师，一身女性叫做准提如来观音。哦，有够济啦吼。所以观音唔是女的嘿，男性型的观音至少有6种，准的女性。哦，后来所以这个观音这个。印度的名叫做阿巴罗基提斯瓦拉波利萨特吧，波利萨特吧是这个菩萨，阿巴罗基提斯瓦拉是观音，慈悲以外的观音，大乘佛教才有吼，马哈亚那波利人才有，其他亚那无这款菩萨。来，漳州人的心开漳县哦，这独文分的信仰就袂方便的吼，哦，那是发生这个无同款的移民群有利害冲突。啊，就夜鬼夜兵小怕，就太就死人了哈。后来客人有酒的是三山国王，连山、独山、金山。后来这就是林松文，我感觉台湾哦，差一丝仔就建国安尼，就是林松文的这个革命运动，台湾清朝时代第一成功的革命运动，派到一个清朝最后派一个王储，叫做霍匡安。霍匡安来，带10万大军，加上这林松文的革命运动，啊，甲平定。伊若卖来吼，台湾早就国家啊，啊，所以为着要纪念这个林松文的迄落的事件，啊，这霍匡安的功劳，伊恰巧留住高地孤碑，满文甲汉文做伙，是纪念这个清光绪啊，清光绪63年是53年啊！我迄个年代去查看嘛，啊，迄个时代，这个就是客人为着官方，家己官方这边认识的人，互清天龙甲封做保中人民。啊，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是民族的罪人啊！啊，民族的罪人煞变神啊！啊，客人14大征，一年轮一遍过来，已经隆重哦。每年7月20日。即卖并进步到16大征，16年轮一遍，所以真闹热。这就是台湾本土产的性格。啊，这就是守护神啦，做梦的人，目睭的守护神，老板、卡神仙师、甲卡神仙师夫人，哦，这看较紧的。这就是请注意看这个荷叶仙师，做土水师傅、土木工程的守护神。就是荷叶神书，所以各种这条通，这是做梦的人，因为人讲啊，哦，月下老人讲，因为做梦人先讲，甲姜花，对，感谢，这台湾之一的。后来这嘛是福建人，不是，不是土地公啊，恁注意看，多恁看，一对，这什么神啊？真少，啊，真少。台湾人结婚的目的，不是为着男女夫妇间的爱情，而是恩爱一世人无，是看娶来这个新妇会生会死。万一若未生，就去找因啦，这叫做回光，一个水塔，要压花嘛。啊，这个回婆啊，回光回婆，回光栽花，回婆压水，啊，5万栽花，啊，若拢生查某囝，未生后是来换道。台湾人栽培活道，一世人都安尼追求功利啦，哈，追求功利，啊，这是叫做为公为母。后来阿廖会生未生，这个最要紧，祝生牛，也是一笔祝生牛牛。啊，这张迄种较特别，对真少安尼生安排，一个登宅的三宝神啊，左三叔，这个登宅。祝生娘娘伫遮登载，啊！这个洗甲鞋啊，这一个脚毯甲鞋啊，出世了甲鞋啊，洗身躯放一个脚毯，祖先祖的神啊，
安排甲真好势，吼、哦。来，啊，这是无家母，看到一生就知影讲妈妈都袂大，啊、哦，老母就是安尼甲咱饲大汉。但是即摆囡仔，毋是安尼饲大汉，是食牛奶大汉。所以我想讲，甲学生，若看到一张甲讲恁吼，是 Mother's Day 吼、哦。我真侪是因挂迄个卡内，啊，伊加挂一蕊，哦，牛妈妈。那无，为着既然老母都无孝，爱既然伊牛奶饲大汉的嘛，啊，啊，这就是看老母的伟大啦，哈，也要思念，也要忘念啦，哈。好，来，这就是安泰甲安善的事，啊，安泰甲安善，三奶母亲，当奶就是咱前哥。啊，忍耐就是妈祖婆，啊，啊，过来忍耐一生，妈祖婆就是一生比，等耐就是等情歌，李耐啊，这台湾较无名，伊是安泰甲安善的事。若要生后生，找伊叫做分会同主，哦，若拢生查某囝要生后生，爱找分会同主，这是台北地庙，华龙宫的主，那个主生娘娘的头前一生者，啊，过来。啊，应该注意看啊！来，一生，一生拜了，后生若生袂出来，还阁一生嘞，就是一生。恁注意看，伊手摕是啥物？伊手毋是摕钱哦，摕一个珠啊，摕一个铁剑啊，摕铁剑，只铁剑无啥清楚，剑锋剑嘛，就是铁剑，开剑换一个字。换一粒子，子甲子，甲囝同款。开囝换囝，将啊，甲换入去老母的子宫，终结伊生后生啊。啊，若生袂出来就啊，命底歹啦，无后生命啦吼。啊，那无就啊，无来信耶稣。啊，你咧了，这叫做善惊生，善惊生。后来，囝生出来，嘛来一生去照顾，叫做亲娘嘛。对，出世到十六岁，啊，这拢一定的哦，一定的。后来啊，等囡仔大汉啦，哦，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五万人读册，拢考会到啦，来拜一生，文昌帝君，文昌帝君。所以呐，联考的时间到，文昌帝君的姜王的头前，赢因的准考证一大堆。啊，搁菜头、高黄素一大堆，搁后葱啊，搁后青菜，葱啊代表五人伊的聪明，啊，啊青菜天天读册，啊菜头是好菜头，搁会叫外国，伊若唔读册，读进去拍拍迄个电脑、迄电动玩具，有哪考袂着啦？后来，这就是先学主义真爱的一个神，文昌帝君王爷，台湾的王爷非常多。啊，王爷啊，台湾研究王爷第一出名的学者，中央研究与民族学研究所已经退休啊，老几万教授，几万生的，伊是王爷研究的专家，啊，甲这个宗教社会学的作者，的调查的专家啊，已经退休，啊，伊是哦，食甲足济的，甲去日本文博士的一个博士，文学博士啊，王爷研究，王爷五路文心说。有三十六温神，哦，迄堵水穴，这拢百公寸的；有360温神，哦，弯溪穴，这王宫，什么王宫，什么王宫，哦，这无时间能说明啊。后来，王爷庙一定有一身太祖爷，叫做中华元帅，伊就吃，哦，伊势力足大，哦，啊，故事足济，换了东海，啊，东海联盟的太祖五变抽签金，就一个死翘翘，啊。海天王去找因老爸李靖，哦，恁囝安尼一个太子爸安尼啊死死，啊要甲你算账，啊太子爷讲唔免老爸麻烦啦吼，我缺骨天理，啊缺肉现无，啊就死到后无去无啊，啥物人会割我？所以人间性格有对死割我的心，就是一生。太子爷，太乙真人，哦，这当然这是神话啦吼，唔当。人相信，他一真人会莲花化身，互伊对死过啊！这毋是基督教耶稣咧对死过啊呢？太子爷有哪捌对死过啊？后来这是鸭头庙啊，王爷庙一定鸭头庙，因为今仔日听魏忠建筑，
所以这丫头庙拢集中藏伫内底。后来丫头庙啊，即身就是南方的元帅，穿红衫，南方边顶花嘛，东方加一幅绿色的啊的元帅，中央无几套黄色的太岁啊，啊，西方金身金啊，北方人贵水，金就是白色的啊，啊，人贵水就乌色，所以这个这个五行有关的。甲方位哦 ，five directions 五个方位拢有关联。先王也分作多夫九官，啊，佮一个水鬼四个变先王，叫做下海先王。哦，神哦，实是讲袂了。真实的时间咱就够啊吼，不要紧哦。来，这就是第一分局的局长七爷，也歹人。第二分局的局长八爷，下必安黄文九吼，安尼了解吼，咱较注意。来，天顶第一大的王玉皇上帝，人间第一大审判师修道的圣王王爷爷，阴间地界第一大的神，也是一个帝王东岳大帝。好啦，这就是东岳大帝。一观十殿阎罗，这就是十殿阎罗，这是屏东去的。后边一身是地界的救主地藏王菩萨，有十个啊。这是丹前国台湾，这个是台湾的势力，南无势力真大，三奈派的祖师。台湾诶，这个南马街附近有一个三奈团，就是因为伊一间庙真出名，丹前国卡达一个鬼。来东归所，哦，凡尘东归拜死人骨头，哦，可能咱看见了，动物崇拜，每一个庙拢一对狮，特别讲的正面好，这才是好。来拜虎，虎是土地公，无下拜虎爷，拜地公，哦，拜羊啊，哦，这个羊啊，搁食粉，搁挂嘛，是土地公厉害。来拜水牛，哦，水牛食草。来拜马，关公的车头马，这动物崇拜。拜狗，十八王公一只狗。哦，拜你这蛇吼，蛇头发蛇。哦，以蛇克蛇，发蛇的也。拜鱼，才刚刚王爷庙里，伊这属于这动物崇拜。拜石头，自然崇拜石头公，不可以姓黄哦，黄石公，黄石公。哦，台北来湖去的，安平的青阿公。哦，这是不崇拜。翻说神啊，翻说人物，新的人物个历史话，这要不得啊！梵高，梵高公一只，一代放来我听啊。哦，伏羲，哦，伏羲就是八卦祖师，算命、算命、地理书咧拜。神龙，五国先帝，啊，这是啊，跟尤王是乌爷乌姓。黄帝，伏羲、神龙、黄帝，拢拜了了。啊，这吼。阮昨昏咧讨论，甲讲黄帝，迄是人捏造出来嘛？啊，日本人离心了后，就是讲爱有一个幻说神哦，什么啊，阿妈提拉斯、阿弥陀弥这大和民族的这个祖先，啊，因华人牛乞巧建议我袂用黄帝啦，啊，所以拜黄帝是足乱来。黄帝就是五方天帝、东方青帝，就是伏羲，哦啊，南方炎帝就是神龙，中央黄帝，迄是一个。翻刷的角色，啊，甲当作什么因迄国的民族的祖先，我较无咧信，无咧信伊这。你讲哪黄帝伫道宗内面做现，人心九六转头，迄款的怪物，用迄款的怪物做咱做华人的祖先，这势是头壳歹啊！这是神说讲，啊，黄帝伊原有这个有雄狮、神多天，哦，迄、那个记号。后来土地公甲土地婆。土地公、土地婆，台比台湾人口较侪，你相信无？我教你算，每一个王，台湾有偌济王啊？无，每一门王拢一土地公，有土地公就有一个土地婆。每一间厝有地基主，地基主是厝的土地公的地名。参头参尾土地公，黄头黄尾土地公，啊！佮做生意人找二十人拜门口拜土地公，道道的我看比台湾人口较侪啦哈。土地公，但是伊真本土话，伊是土地公庙啊。
后来连私立宜兰便宜都硬攻硬搏啦，唔相信你看啊！后来好地讲进步甲甲耶稣是好厝边啊，大埔基督教会的边啊的门就是一身土地公庙。所以耶稣甲土地公好朋友，在台湾啊，在世界无，在台湾的一个现象，这尊贵啦，掠贵的是。来，这是苍的圣人哦，这李先生，这上海哦，饮烧酒搁食狗肉，有咱个个济公啦吼，济公啊，是一贯的热亲的这个祖师，这外刁人的修行到这边，所以警察要出的外刁，即身掠来先。后来，猪八戒，这是大家是一庙，花雕亭、大海城隍庙有两身，一身徛，一身坐。啊！我念一个拜猪八戒的咒，互恁听。即摆还阁有，毋是干那古早。老菜呢，早暗香叶个，叫查甫人去风流，安那念。修修呀，好在修修啊，修修呀，修修呀，脚翘翘，面翘翘，保庇大地来进条，来讲讲奇公公，摇倒古瓜公，暗路敢行，到边免惊，爸母免唔当听，母囝加讲伊就食饱听。所以警察大人哦，若要处置这个黄色的吼，伊不该那也得先，伊下一情况要甲扣起来。后来上吃咱就是这身，哦，这身我呢用心计较去调查，甲甲我讲出来。万甲番薯区隔壁青山街内面就是拜这身，水看白头毛乌嘴手。无穿衫，无穿裤，敢若下一个宝冠，直接仙丹甲葫芦，后壁赤一尾脸。我至少这三抓，啊了几啊包粉，庙祝甲甲我讲，讲安尼好啦，啊你若总讲我是国民党派系的教皮啊，唔敢讲，讲这个安尼啦，就是一个角头兄弟，啊犯案，互警察，甲送去关分啦。伊个倒无伫咧，啊摕来寄，啊讲这号做啥物名？我讲我嘛袂晓讲啊，哦，号做角头也好，讲对，角头的，所以连乌社会乌道要守护神啊。那安尼讲起来，即款的信用都有问题，有问题。台湾人所信的有问题，拜高爹爹要赢叫，拜地八界要带风油钱，连角头兄弟。好修好心，哦，叫真糟糕。爱赚钱就拜这身财神爷啦，财神爷。来，这是台湾本土真可爱的神姚天兵啊，拿一支乌青手枪，恁看好哦，黑心手枪。拜讲即马，因住我遐无闲啦。即马进步甲排 M 十六个步枪啊！唔相信即马一看要即身无啊，即身好走，排 M 十六个步枪。伊是即玩拢廖江天啦，廖江天唔捌排过枪啊，是吧？廖江天装扮啊，阿神赛装扮，做赛的一看，做什么信什么，大家能头壳空空啊。后来即上食啦，恁注意看。安、啊、那，总统唱歌，暗示迄个，啊，摕一本三民主义，统一中国，连老蒋都有人咧办，哦，唔是我摕个哦，迄真中国人咧真正，真正是安尼，连蒋介石都有人咧办，后来这祖先崇拜，祖先崇拜，啊，但即阵找五万子孙啊吼，会安尼出头天，来。台湾人的宗教观就是三教归一，儒道佛拢崇拜。一间庙内面有拜释迦牟尼，有拜老祖，这代表佛教，代表道教，代表儒教，拜孔子。所以拢在冤家，凡人会保庇我的吼，拢总来唔到。但是即摆已经无教看，五教大同，恁看耶稣有哪一庙啊啦？恁注意看啦。啊、来，先耶稣，不是我客用耶稣，先老祖，这代表基督教，这个道教，啊，这释迦牟尼代表佛教，这个儒教、孔子，这些呢，
倒手提古兰经，正手拿阿拉伯剑，代表伊斯兰教。五教大同，日朝酒宴，安尼有进步。台湾人民中意啊！哦，你看，即摆耶稣徛的就是安，记一个较清楚的。提圣经，提世界，啊，后坐哦，后坐耶稣，你注意看，哦，叫谁？无出来哈，无出来，不要紧，哦，要一身坐，但是不要紧，这拢到八十斤，所以真简单，因为咱时间已经到。台湾人对待这款的信念，哦，真现实，予我一旦帮人讲，有灵有相，这多。耶稣甲下人尊公，甲九天烈女拢好朋友，这耶稣甲台湾拢人做伙，这是家己去的，啊，家己的。啊，台湾人对待这信念，对有灵相，有灵有相，我甲拜无灵无相，实的吼，我拜八仙，偏偏一个妈祖婆台北的，无人要找要。啊，北港啊，台家啊，靠人咧找。啊，即款的新冠有问题。啊，都爱互伊挽救，若无互伊挽救吼，伊该死啊。对，救命牌吼，若无叫吼，就甲剥脚剥手。啊，所以咱做一了解就好啦。所以台湾民间信仰的秘书，哦。啊，要真侪人讲的，不过啊，你简单简单才时间哦，时间过了哦，啊，所以继续下来，天天来。我感觉咧，而且来讲讲啊，介绍啊，你都唔敢来讲，不然人家听了，你听了，真是真正，再鼓掌声来啊，来啊！咦，这里，啊。